我终于在台北演唱会了，我终于能够在台北办演唱会了。让我爽一下这舞台去。好了，爽完了。我也等很久啊，不好。拍戏拍戏，对不起。算是台湾让人知道我会唱歌，也感谢台湾给我机会去录我的国语专辑第一张《人间人爱陈小春》。来台湾很多很好美食，还有的人情味也好，我也不能太多说了，我直接唱歌送给大家。